家好，我是大米，今天我们做啤酒鸡。鸡腿肉去不去骨随个人喜好，切大概3-4公分见方的大块。煮的时候要看着点锅，免得糊了。原来计划做啤酒鸭，但是没有买到鸭子，就改做啤酒鸡了。我们的鸭子就做好了，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，请关注点赞呀，谢谢。